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。到哲哲屋里去吧。大海，您看，这沈阳新宫就是不一样，比咱们之前住的府邸气派许多。您要是一直住在这儿啊，一定还能再活上5000岁。瞧你这嘴，怎么跟抹了蜜似的？不就是迁个都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也是桩喜事呀，爷怎么好像不太有兴致？你的年纪也不小了，如今是三个儿子的额聂了，让他们瞧见，可是要笑话你的。报，进来。爷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你也下去吧。是。脸色难看成这样，出什么事了？大汗，和和李大人去了。山如今是越发没意思，先是费英东，然后是额亦都、安费阳谷、护尔汗，和和里是最后一个了。哪怕再多熬个半年，让我给他过了65大寿也好。姑姑生了，也不知道姑姑现在怎么样了。主子，咱们要不要进去看看啊？哎呀，只怕姑姑她
福晋。主子唤您过去。我吗？嗯，好。姑姑，你好不好？你都好些日子没有见布木不泰了，我还以为……婆子，你跟他说。是，是个格格。先下去吧。是。是。哲哲他生了吗？嗯，是个小格格，就叫格佛赫吧。一个小姑娘家，就该像只蝴蝶般轻盈，在这乱世中不沾滴水而过。